我们今天来到了一个位于清迈的大象营，这是一个大象的救助营，负责解救从马戏团或者是伐木场然后工作的那些大象，把它们解救出来放在这个生态营里自然成长。可是小黄狗，Hello。大象好近啊，就这样在手里拿一根香蕉，它就会把它卷走。给那个小孩被抢走了不是他会抢他的，你看不行，你会抢，终于吃到了。我们现在先第一个环节是给大象喂小香蕉，喂完之后我们就跟着大象一起往前走，因为香蕉只是它的零食，我们现在要喂一下它平常吃的食物，就是草，我们就跟着这几头象在走。Okay, you can go around. Okay, thank you. And for the baby, don't go to touch the baby, okay? Stay far from the baby. 游过去，摸这个大象的肚子，大象的肚子摸起来软软的，但是有分布不均的很硬的毛。嗯，不想摸吗？没事，你去摸，可以放心。哎呀，那个呗。Yeah, you guys can go around, yeah? 他俩是一家人，你去摸。看到了吗？也可以在这里摸这个象。这是一只大象，一只小象。这个小象才一岁左右，这个大象20多岁。这是一大一小两只象在这里吃草。然后这里还有一只，我们来看看它。这只大象比刚才那个就高了很多。哦，这个好高，它上面眼睫毛很长，而且吃饭的时候耳朵会一甩一甩。在原地转圈。今天天气也好，拍这个大象都好看。有宝宝什么？有宝宝什么？才一岁。这里是两只大象并排在吃。我们这个吃的地上的草有点像竹子或者芭蕉的叶子。那只一岁的小象正在走过来。卷地下的甘蔗，呜、哦！
那个小象宝宝在跟工作人员玩，那个小象都说很调皮，喜欢跟人玩。这边也好点。我们刚刚给大象搓泥丸子。OK。好食物。Sometimes, if you take an elephant poo and open, sometimes you can see the worm inside or parasite.And this one can kill parasite and worm. And this one, do you know this one? Mm. This is Thai chocolate. Do you want some Thai chocolate? No, this is the tamarind. Do you know tamarind? Can you help me?Yeah. Y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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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es.Come, you pay for this. Come, never try, never know. Mix. We pay and we are working. Yeah. Mix, yeah, like this. Thai massage, Thai massage. Thai massage from lady boy. Mix. Yo, 你这个上面穿到缩手指，对，一毛一样。Hey guys, you can leave your shoe here and take one basket and then get in the water. Wow. Yeah, yeah, yeah. Yeah, get one basket, come here, we do it. 又是一个非常神奇的活动。我们现在在这个水里要给大象洗澡，好凉！我靠，你看那个宝宝，那个宝宝，好凉啊！哇！这有水，然后给那个大象泼水洗澡。One, two, three, go!You want to be there?
下，没事，你的 GoPro 也可以下。哦，我靠，这个脚感很奇怪。滑滑滑滑，你是？哦。要跟着妈的姑娘的。来，高射，高射，来这。哇。来，抹。来，嘿。别滑倒了。这里面绝对有大象吧。去搓，给那个搓。好扎呀！我们在清迈的最后一站来到了39号咖啡馆，这也是清迈这么多神奇咖啡馆之一。它的特色就是一片树林里有一个这个非常蓝的池子，这个池子不过是染色的，不是它原来的颜色。可以看到那个水柱喷出来，它就会带一点点颜料。但是这个咖啡店拍照就会非常好看，环境也不错，就在一个山脚下，后面还有树林。